大娘烤冷面给我来一份，不要辣啊。盘点北方的冬天有多冷。做梦都想不到，来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打半天麻将，刚回来，屋进不去了。你看看孔子冻的，这鼻涕都流出来，冻成冰碴了都，这冻得直搓手。我家大宝下班回来。正在往屋里爬。